如果你还在犹豫最近有两家厂商出的9毫米步枪的话，那帮我点个订阅和喜欢，相信这一集大家会非常非常感兴趣。我今天收到 King Arms 他们寄来的一把9毫米 SBR， 那我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非常期待看到这把枪，那我们就赶快的先来开箱给大家看吧。好，那相信你们大家都跟我一样兴奋，我们等一下就要来开箱这一把 King Arms 的 TWS 卡宾版 GBB， 因为它现在都没有在附纸本的说明书，所以你大家可以看到这里，它这边有写，就是你可以扫 QR Code 去 download 它的 menu， 上面也都可以找到各式枪型的说明书，但因为环保的关系已经不再附赠纸本的说明书了，那我们就赶快先来开箱吧。好，那你们可以看到里面的东西就还蛮简单的，主要就是枪本体，还有它附的这个东西还蛮特别的，等一下再来告诉大家。然后这边就是附一个它的长弹夹。那据说这把枪其实通用蛮多家 Glock 的弹夹 ，Marui、尾翼还有 VFC， 他们的弹夹都是可以使用的。原厂 King Arms 的这一把，它的弹夹容量数好像没有这么多，因为一般我记得 Glock 的长弹夹，它的子弹都差不多到这边，大概50发左右。没关系，先放旁边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它的枪本体了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上面的细节刻字好了。这一把它是给它命名叫 Training Weapon System， So 这个应该就是训练用枪的意思吧。然后它这边是写 Gas Blowback SBR Made in Taiwan， 然后它是使用9毫米的子弹，那我们在这边就是用 BB， 就不是用真的9毫米子弹。然后这边也有写 Training Weapon System， 然后它是 M-Lock 的鱼骨。再翻到另外一面，哇，这枪机也太闪了吧！看到在反光哎，各位，这蛮特别的。我们把它先盖起来。大家看到卸弹钮的部分有别于一般的 AR， 我猜是因为要配合 Glock 的弹夹，所以它设计是这样的形式。你可以看到它夹的地方也是在这边，然后它的射旋钮另外一边也有刻字。那我们再来看到枪托的部分，虽然说我没看过这个枪托的造型，不过看起来是还不错，而且还有 Fu QD 在这里，你是可以使用 QD Code 的，这一点就还不错。那我这次特别有准备了一个磁铁，我们来让大家看一下这把枪到底有哪几个钢制部件。枪机卡榫是钢制的，射旋钮不是，罩门也不是，插销是，然后应该也不是，扳机也不是。我们现在分解一下上下枪身，那我们现在已经分开了，那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构造。其实它构造我觉得跟一般我平常看到的 AR 有蛮大的不同，这是它 Mag 装起来的样子。那再来我们来看看它的火控有哪几个地方是钢制的，击锤的部分不是，当然有说枪机卡榫是，然后射旋钮这边这个也是钢的，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火控，可以看到固定 buffer 的地方，它这个也比一般的 AR 还要粗。那再来我们要讲讲红色这个东西是什么，你可以把它拆掉然后放到这个里面，这个还蛮特别，我之前没有看过有原厂它会附这样的东西用来提升你的循环射速，这大概就是它火控里面长的样子，你把它装回去吧。整体来说它的外形我觉得还蛮特别的，那我们把弹夹装上去给大家看，这个就是它装上去的外形，个人是觉得蛮特别的。那这次也真的很高兴可以收到 King Arms 的 sponsor， 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，我也很喜欢。那看完这样开箱介绍以后，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都很期待这把实际打起来的样子，那我们就先到靶场来，我们赶快来打给大家看吧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到靶场来，大家应该也非常非常期待 King Arms 出的9毫米 AR， 那我们就赶快的来打这把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打打看，先使用 King Arms 他们原厂的弹夹，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King Arms 他弹夹灌满的时候容量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差不多只有一半而已，他没有到全部，那我们就先来打单发的给大家看。
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拿唯一的弹夹，我们一样打单发的给大家看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我现在使用的是唯一的弹夹，它就没有后顶。这个是唯一的弹夹，然后这是 King Arms 原厂的弹夹。那它顶弹的部分是在这里，大家可以看到唯一的其实明显的比 King Arms 的还要短。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唯一的后顶的这个，它比 King Arms 的短，所以它没有后顶。然后唯一的弹夹也比 King Arms 的再肥一点点，所以相对来说它插上去的时候会比较紧。那我个人就觉得可能没有到非常非常适合，不过它也是可以正常击发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大家看 King Arms 的连发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用 King Arms 的弹夹打连发给大家看。好，那我现在拿了唯一的短弹夹，我们来打连发看看。那你可以看到这样插这个短弹夹，其实看起来是真的还蛮可爱的，非常非常的小。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。那唯一的弹夹一样没有后顶，给大家看一下，那一样是没有后顶，然后拔出来真的也比较紧一点点。那我们接着换 VFC 的弹夹给大家看一下。那我这边也有一个 VFC 的短弹夹，我们一样打给大家看。那这次我连发跟单发会一起打，先打单发的。那我们现在切连发，我觉得因为设计上的关系，他们这顶弹的位置都不太一样，变成说你用他牌的弹夹，它卡的也会没那么紧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用原厂的弹夹稍微测一下出速给大家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测一下出速，一样使用.25的 BB 弹，12公斤的瓦斯，我们打10发。出速表现还蛮稳定的，大部分都落在100多以上。那我个人就觉得还不错。这是使用 King Arms 的弹夹，那我们再换换看唯一的弹夹。那我们现在是使用唯一的弹夹，一样来测一下给大家看。唯一的弹夹只有在第10发的时候有降到99，其余的也都是100以上。气化表现我觉得差不多。好，那我们刚刚也打完了测试完，整体来讲，我觉得这把枪真的操作起来还不错，而且它外形也蛮新颖的。我觉得是比唯一的那一把他们出的9毫米的还要好看，因为它专门这把就是设计给9毫米的。唯一的那个是比较有点像 AR， 它原本是打5.56的子弹，然后
再插上格拉克的弹夹。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一把的外形。我目前是第一次拿到9毫米的 Airsoft 枪，真的很喜欢，然后也非常非常谢谢台湾的王朝科技，也就是 King Arms sponsor 我这把枪，真的非常非常谢谢。那我们就先回到枪柜那边，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聊这把枪吧。好，那我们从靶场这边回来了以后，我们来跟大家来聊聊这把枪吧。我个人是觉得 King Arms 这把枪的设计以及外形，我觉得都还不错，包含枪机里面的厚垫块以及它的枪机卡锁都已经是换成钢制件，然后它的枪托部分，这个枪托外形我个人是觉得还蛮特别，我目前没看过这个枪托的外形。那这把枪我觉得它很多细节地方都有做出来。如果你们有看到前面的介绍画面，你们可以发现它的枪管是有仿真枪的散热纹，它这个东西都有做出来。整把枪的 detail 我个人是觉得真的还不错，我相信这把枪的可玩性也非常非常的高。那这把也是目前我看过市面上我最喜欢外形的9毫米 AR， 到时候我可能会再拍一集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因为我觉得这把的可玩性非常非常的高。那讲了这么多优点，当然还是有它缺点的地方。我个人是觉得它比较美中不足的地方，我提几个我目前在游玩下来有遇到的。第一个是它弹夹，虽然说它可以通用各家的格拉克弹夹，可是你刚使用其他格拉克弹夹，它一样可以激发，只是你会觉得它在附近的时候不顺。如果你是用自己原厂的弹夹，我个人是觉得没有这样的问题。然后另外它的 buffer 是塑胶的，那塑胶就有可能会有一个问题，弹簧可能会卡在塑胶 buffer 的外围，那就会导致说附近簧会卡死在拖杆里面。那另外就是它的枪机拉扁，它蛮利的，所以我个人是没有很喜欢，这个也是我会换掉的地方。如果你们对这把枪非常非常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 King Arms 的官网去看一下他们的介绍影片。这把枪在国外听说是卖到缺货，那大家如果要搜寻这一把，只要在上面打 King Arms 9毫米就可以了。这把枪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玩，那这边也是推荐给大家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